草鱼从鱼尾下刀将鱼肉切下，龙骨和鱼肚切成块，斜刀将鱼肉片下，加盐、胡椒粉、料酒、淀粉、蛋清腌制片刻。热油炒香青花椒、姜蒜、红泡椒，加入豆瓣酱炒至鱼骨，加清水放入豆芽等配菜，煮过的食材捞出放入盆中，锅里火，将鱼片在沸腾的汤水中滑熟，最后浇上辣椒、花椒炸出的热油。来啦，水煮鱼。哎呦，扎死我了，你们这鱼怎么全是骨头啊？老大，刺是湿刺啊。你没事吧？怎么可能没事，你们这鱼不光有刺还不新鲜，做的也烂，让我吃得想吐。你这个家伙配得上吃顾双做的美食吗？哎，来的都是客，不得无礼。什么服务态度啊，水煮鱼做的这么辣，我的舌头都被辣肿了，说你们怎么赔？我赔你大爷。哎，